每日竞彩赛事分享，凤凰城水银将在7月20号迎来拉斯维加斯王牌的挑战。说下对这场比赛的看法，王牌比起前几个赛季有着不俗的发挥，球队目前以10胜13负的成绩排在第六的位置，最近球队发挥尤其出色，喜获4连胜，可惜上仗主场以21分的差距落败。不过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，均场达到了82分，水银最近表现差，不过都是在客场作战，仅仅对狂热的比赛获得了胜利，输给了太阳、飞翼和梦想。目前球队以15胜8负排在第二的位置，不过最近五轮主场只败给了天猫，立场优势明显，双方的交战记录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，水银获得压倒性的优势。王牌在客场战胜水银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了，球员在心理方面占据了足够的优势，水银必定回到主场大干一场。人员方面，王牌的夏立勋停赛了，亚坛方面开出力让 8.5 分的优势，可谓信心足呀。个人推荐 169.5 小分。